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我们这款《武侠历险记》，需要验证吗？我要验证一下是不是？好，验证完毕了。这边可以选少侠跟女侠。好像是 3D 模组诶。小虾米。那武侠游戏脱不了小虾米。金庸群小传小虾米。这游戏我没玩过，就想说找一些武侠游戏来玩一下。特地找的，但不知道怎么样。就找一下武侠游戏的标签嘛，然后搜一下，这是陆服游戏。不然六日没什么新游啊，一直玩一些小游戏也不 OK 啊。小游戏就是什么塔防啊、肉鸽割草啊，那些小游戏一大堆。我还想玩三消可是三消没人看啊，不然我也蛮想玩三消的。你要刀法、剑法、棍法、罗汉拳、剑法啊，武功学习一下。上次玩到比较红的应该是《烟雨江湖》吧，我也是有试玩陆服版本，然后后来台服有出。好，我们这边武功已经装备了。装备这个什么无心剑，外公外公外公，外婆嘞，外公。然后他说是单机武侠，就是说应该不会有看到其他玩家吧。整个界面给我感觉比较偏水墨啊，水墨风，可以种田。好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通关扬州东什么意思啊？打开武学界面啊！我要使用吗？我要使用哦。刚刚那个任务我没做完，我就跳走了。然后嘞？然后我继续卡关。复制 ID， 他的那个账号密码帮我产生的，我也没打。怎么一出去又进来？他又跳任务出来了，真奇怪。小师妹，不愧是我师姐，英姿飒爽。你也可以选男的啦，就变成师兄。好，历练扬州，刚可能搞不好是内阁。美酒。历练，这不会是那个吧？女娲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们真的是有去历练，我以为是女娲嘞。准备便当有没有？这边有要战斗是黑煞帮弟子。哇，和啊，哇，帮他配音一下。这边还不能加速，月卡。这游戏我应该是没玩过，虽然也是这种武侠地图探索。然后这边地图嘛，地图有个简略的，我以为你在玩那个小精灵的，小精灵的边边就是用那个虚线啊，嘟嘟嘟嘟嘟。我嘞，我们的血没有回满啊，怎么打得过啊？还好暴击了。天哪，升级了，我的血没有满啊，怎么办？武功升级，打叉，赶快吃一下补血的啦，不然怎么办？有没有包子可以吃一下？不能吃只有出售，整理锁定，九十。那我不就要失十二？
我这个师姐要死啦，跟你拼了！哎，血满了哦，是不是因为我升级了啊？搞不好我升级了，升级就满血。因为我刚刚我看我的血条在这边啊，如果这是血条的话。黑沙帮弟子，一二三四五嘛，我们可以派五个弟子组成那个小队。哦，这个是经验条吧？看起来，因为像 LV3 跟他们打应该轻松了啦，两刀就把他们杀了。OK，探索度50%，就把那个迷雾给解开。那这样的武侠游戏大家会想玩吗？我看那个一些人家留言说很肝，爆肝的肝，死要钱，就是说什么你要换武学的话还要上工，上工还要花钱，就留言在那骂说他死要钱，然后很肝就对了，很浓啊，很肝，我是不知道，那是人家的留言。这好比较强啊，二级，我要升级耶。哎，怎么这样子啊？这里，这里还有东西，刚漏掉了。冲啊冲啊冲啊！就是有一个笑话嘛，有一个阿婆坐计程车，然后计程车闯红开比较快嘛。他就很紧张，一直喊冲啊冲啊冲啊！阿婆一直喊冲啊冲啊冲啊！然后那个司机一听就越加速越快，一直喊啊！然后那个阿婆就吓死了，就说你怎么开这么快？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说你不是叫我冲吗？冲啊冲啊冲啊！然后说冲啊是她的老公啊，她老公叫冲啊冲 A 啊。台语啊，穷哎！哎呀，很多笑话都是双关语啊，就是有一些哎、欸，怎么不能打？哪里？打 bug 那个？耶、yeah，bug 加那个，哦，都是哥。我应该是那个了吧？断线了，断线了，返回一下。返回不了了，我要重开。好，就在我们在那边冲啊冲啊的时候，我们就断线了，而且我还看不到我自己了。对，它是天黑还是怎样？你看这边我刚来过了嘛，然后就不见了。扬州小贼。我现在没有任何武学功法，只有一个白虹剑法。这游戏我好像是有玩过啊，来搜一下。我怎么觉得那个剑法我有点印象啊？那个 Q 好游快报叫武侠冒险记啊，然后那个九游叫武侠历险记。哎，武侠历险记跟冒险记为什么要分两个名字啊？我们来种田一下，要养成了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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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还有小麦种子，种子看起来好像不用钱吧？没有数量，然后还有水车，然后要做料理呀，这样是不是？点火。这个稻谷，我们要做白饭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、哦、要这样是不是？哎呀，真是的，这没有引导教学。好，我们获得米饭了。大开利裂，扬州小贼啊！哦，扬州东过，搭配一下我们的米酒。米酒可以干嘛？
这样出门喝米酒可以干嘛？酒驾啊，酒驾要被罚钱。如果超过不知道0.几%的那个酒精量的话，不知道几趴啦，公共危险哦，会不会抓去关呢？之前看到有一个那个警察拦酒驾，他就乱停车嘛，很好笑，然后就闻一闻，哎，你这个味道很奇怪哦，你是不是在那个拉 K 就吸毒了，毒驾？然后警察说，没什么，罚罚钱而已啊，自己拿出来，自己拿出来，罚钱而已啊。很好笑，警察安慰他说：“罚钱而已啊，没什么啦，自己把东西拿出来。”他就乖乖把东西拿出来。那警察经验老道啊，先打破他的心防。欸，我快打不过这些黑煞帮执事啊，五级耶！欸，我有小弟了，是不是？我可以上阵了耶，啊，我的小弟嘞！我刚是不是可以再拍一只啊？布阵，没有，只有一个人而已啊！目前只有一个人，可恶！没办法，我们就是继续打吧，打不过就回村了。哇，失败！太好了，我们可以那个收弟子了。不过我们不是师傅啊，会客厅。哇，紫渊招募要元宝198，我哪有啊你？这个要银元宝，这个可以夜雨声，这个888比较便宜，含青露，然后这个是含玉仙哦，艳玉仙，我当然是招母的啊，当，好，先招募起来。那我们就可以布阵了。好，我们布阵那个王语嫣啊，我乱讲的啊，王语嫣。好，小师妹赵灵儿。好，我是小虾米哈姆。好，完成这个100%进度。我刚才有这个100%进度是干嘛？就是探索地图啦。我现在懂了啦。我们已经会玩这个游戏耶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收割一波，有没有？嗯，收割，收割。然后就可以去做料理呀、啊，做菜呀、啊，一定要这样子哦。啊，玩玩农场游戏不是都这样子啊？划一划，怎么没有了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。那个，啊，那个，一键收取土地升级。那我们点一下，我们厨房可以做小麦啊，没有水，水要怎么来啊？菜谱看一下，你看这边有，他直接跟你讲这个，没有不跟你讲，你要自己研究。武侠游戏都这样啊，因为那个做菜做饭要自己研究菜单，饭团应该就是要面粉吧？面粉，又倒那个小麦加水，水怎么来？我要打水一下。有没有井可以打水？不知道，不会玩。啊，现在任务还没有要做。这边还有锻造室、卧室，可以跟小师妹一起睡觉。好，这边是我们仓库。欸，我刚乱讲的，你不要当真啊。这边床可以睡觉是不是？休息到天亮。书桌是干嘛的啊？领悟秘籍。不行，人不用过去，你点一下就可以了。它的功能是这样，就是你点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走过去点。比如说，你只要看到就可以点，点这个字。好，成就，有一些元宝，还有一些银元宝、金元宝跟银元宝、聚宝盆。
好，我们继续蓄力练吧。然后武功的话，可以升级一下，是不是？实用中。然后有些装备，不然我们刚打不过五级的啊，打不过怎么办？就是叫兄弟啊，哦，叫兄弟，或者是升级啊。好，我们这个兄弟等级不够啊。那我们这边继续吧。我们这边已经通关，我们去扬州拿。我们有妹子啊，妹子跟我们一起历练。妹子是肉盾哦，我妹子好坦哎，被打不会痛哎，真的啊，妹子被打不太会痛啊，我刚被打好痛哦。可是这个妹子怎么打不出伤害来啊？她是肉盾哎，还是因为我没有养成啊？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养成好，是不是？还是没有装武器啊？有啊，升不了啊，升不了啊。攻击力加9，暴击三四剑术。然后这边有基础攻击21啊，我嘞，我47哦，那我的武功也比较强，那他等级多少？看不出来，等级二级，我五级，会不会是等级被压制啊？所以打不出伤害？以上纯属我推测。这边好像有两个奥义可以用吗？还是一些助战的啊？可以认输诶，哦，道具，有道具可以用。这个探索应该是要把这些小兵打死啊，就可以过了。好，他升级了，我五级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吧。有兴趣的人就来吧，但是你要有那个，身份证，要有身份证啊。以前有人跟我要，我有给过，就是以前网络上找一堆嘛。然后以前我加入别的那个 Discord，那边国外玩家每天那边跟我要身份证，还要帮他弄账号。有些国外玩家想要玩嘛，还以前我比较热心，我会帮忙。后来我就不想，懒得帮了，自己去找吧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喽。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